抓气球挑战，每队派出两名成员，在气球落地之前把它抓住，抓到更多气球的队伍获胜。你们两队各有四次抓气球的机会。哦，好的，来吧，来吧，明白了。那就从绿队先派出两位来，我跟龙飞先来。好。这样吧，啊，啥往上放吧，我也不扔，我就让它缓一点。它应该飞不远，飞不远，就这附近吧。嗯，好吧。好，来吧，来，好，请准备。就完了，不想开始啊，就开始。失败，可能抓得住吧。来，下一组，来，好，下一组，我来一个，我来放，准备好啊。那你俩抓离近点，离近点，离近点。打脸！哪有怎么往我脸上飞呀？我以为你要拿嘴接呢。我来，会不会这样放会容易一点？对对对，你就这样对着我，然后它会往你脸上走啊？会往我脸上走？怎么可能？哇，这么远！还有什么？怎么放这么远？你以为掌控了它的飞行轨迹，以为 get 到了精髓？导演，你看我们两个人都抓不到，让我们四个人试一下吧。行啊，我们试一下嘛。好，四个人都抓不到的话，那就是你的游戏有问题。准备，一二。那是游戏问题。游戏的问题。落地了。失败，这叫一整个手忙脚乱。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吗？导演，是你们的问题。接下来请蓝队。我这好难啊！这好难啊！我们试一下吧，我们也不行，没戏。走，这是我女儿最喜欢的游戏。抓气球。对，真的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琢磨了。换一只手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琢磨了。换一只手。哇！啊，他就对他往上扔，还是往上飞？哪里往上了？刚刚，但气球不听话呀，他就非要往下呀。你们俩试试吧，反正已经有一个了。怎么放啊？你往天上放。往上。还是往上是吧？哎呀！哎呀！哇呀！但你中途好吵。你真的是我。你是接到但中途。哎呀！我在这里没有比更丑的了，来吧。是我们的问题吗？是我们的问题。